周杰伦与昆凌日前喜迎第三胎，周董也在网络上分享女儿的正脸照，满满的幸福完全藏不住。而佳慧也以姑姑的身份大方与大家分享喜糖。表示2021年与周董夫妇喝咖啡时，昆凌还问去美国有需要帮他带什么礼物吗？当时二姐开玩笑的回应，不用带什么礼物，带个宝宝回来就好。不料几个月后再次与周董夫妇相约，就得知有喜的好消息。这个金扣真的也是有够准。周董千金有将会以及所有人满满的祝福，相信一定也能跟这个喜糖一样闪闪发亮。后来采访组整理报道。